我是来宝剑，是107年10月7号，潮州站14:14。拍摄是1364金阳三零靠南港136A2的 T1637加 T1238，原无忧马号，原装皮猴，原装虎猴。今天的女主角是今天的男主角。谢谢观看，在下面看完再请多多点赞以及观看影片，再见，拜拜。